你右键对不对？然后呢，程式嘛，里面有什么置换实作方法，对不对？如果你今天 uncreate 的话呢，请你在这上面打一个什么 O 一下，然后再往下找 uncreate 就找到了，有没有 uncreate 打勾，确定，哎，就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要写的程式嘛，写到哪里呢？写到这里 uncreate 的时候呢。要做什么应该是写到下面这一行嘛 ,super uncreate, OK, super uncreate, 其实底下的话还要做什么呢？当它 uncreate 要做什么？要把那个 view, 有没有把它载出来，有没有？那个 view 叫什么？那个 view 就是 image, 就是我们刚刚在 layout 里面加的这个 view, 那要怎么把它载进来呢？就是 set content view, 如果你 set content view,有时候拼字哦，拼不出来。我教过一个方法，打一个什么，打一个 list 点 set, 自动就会有了 set content view 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方法比较简单，偷懒的时候可以用哦。就是你如果不想打 set content view 那么长，你打一个 list 点 set 就出来了。Enter。那我们再打一个大 R。因为呢，在 R 的 resource 档里面会有个 R 点什么呢 ？layout 一定会登录一个 layout， 对不对？那个 layout 叫什么呢？那个叫 layout 叫 image。OK， 这样子就完成了。好，你会发现建 activity 怎么这么麻烦？好，这样子的话呢，当我触发这个 activity 的时候，它就会载入那个画面。啊，所以 activity 实际上在做什么？它实际上就是。只是控制什么？控制画面的控制器而已啊。好，所以基本上我把那个重点再提示一下啊。第一个，请各位先在 layout 里面建一个这个 image， 那上面打这是第二页之类的哈。再来的话呢，在这边建一个类别。类别建立的时候特别注意啊，一定要 extend 什么呢？继承你的 super 类别是继承 activity， 然后呢，它会自动产生上面这一段程式嘛。那再来这个是第一个，对不对？第二个要什么呢？再增加一个方法，第二个 uncreate。第三个，当 uncreate 触发的时候呢，要怎么样？要 set content view， 把这个 view 叫出来。OK， 那这样流程应该了解吧？哈，所以基本上呢，而且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像这个流程哈，我翻了几乎翻遍所有 Android 的书籍里面。这么基本的东西呢，几乎没有一本书写告诉你怎么建 activity。好，不信的话，各位可以去翻翻看。这个东西真的，我在想说，这东西为什么没有一本书告诉你要建第二个 activity 怎么建？好，所以这部分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哦。好，画面先还给各位哈。那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你就可以。把手机当有点像网页一样，我今天要连哪一个就连哪一个，连哪一个就连哪一个了。好，这个部分的话呢是这个手机怎么样齁去开启下一个那个 view 的一个方法。那你可以类似用像网页的超连结，只是说呢那个超连结齁比较起来当然简单太多了齁。